韩云林相差十八岁，有共通点，没穿内衣怕地震逃难尴尬。就穿好那个睡衣吗？就是穿着睡衣，但是因为睡衣里面没穿内衣，所以我现在已经震到就是每天都要穿得很整齐。现在都穿西装，是全副武装。之前没有一直没有过平板的时候，就是一摇的第一时间就先穿衣服。本来没穿。你们又多一个共通点了，睡觉的。最近有忙练舞吗？好忙哦。嗯。我好想练舞。我昨天练到七点，等一下要去练到八点了，因为我们最近小龙女要拍 MV， 所以大家就很积极的在练舞。听说好像多慧会帮你们编舞。对，他会帮我编之后的中场舞，很期待。希望他不要那个编太难，不然我会很想哭。我真的很不想再继续说下去，不然留言都骂我很难看。韩云姐看了会不会觉得他太瘦了？要求完美，就是要在乎周围人舒服的状态。